哎，手音唱出来啊，手音唱出来就能把这个风格表现得更好了啊。我们的声音要集中，咬字一定要注意靠前一些。来说话啊，清晨我站在青青的牧场，看到身影披着那霞第二段的时候，我们把声音呢稍微再往外放一些啊。黄昏，我的咬字还在前面，但是我的内口腔呢是打开的。啊，耳牙关开一点啊，走。黄昏，我站在。